落实第2585号决议，在帮助叙利亚抗击疫情的同时，推进水资源、医疗、教育、居所等领域的早期恢复项目，促进叙利亚经济社会发展。必须明确，跨境机制是在特定形势下做出的特殊安排，跨线机制才应该是对叙人道救援的主渠道。中方支持世卫组织继续通过跨线机制在叙利亚北部开展人道行动。安理会很多成员对叙利亚境内恐怖活动及其溢出风险存在关切，解决好反恐问题是恢复叙利亚和平与秩序的前提。伊德利卜恐怖势力对叙利亚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，国际社会在伊德利卜问题上应明确反恐立场，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反恐努力，维护叙利亚和平重建的积极势头。